代表大清威严的孝庄太后，专断独权的她掌控顺治皇帝的一切，岂能容下汉女身份的董小宛？皇帝此举势必危及大清江山，甚至危及他的地位。想借此事废除德妃，是借题勾线，朕绝不答应。如今要做的是要让皇帝清醒，要让那个董小宛滚出皇宫。7月28日晚间9点，多情皇妃董小宛在中室。